您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影视留声机。1957年，中国剧协、中国音协联合召开了新歌剧讨论会，对1949年以来的当代歌剧发展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总结。在此之后的十年间，相继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歌剧作品，以《红珊瑚》为代表的新歌剧电影，标志着中国风格的歌剧已经初步成型。它是一部表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珊瑚岛的故事。1961年，歌剧《红珊瑚》被拍成了舞台艺术片，主题曲《珊瑚颂》把民族风格浓郁的抒情旋律与雄浑的气势，很好地用独唱和合唱的形式表达了出来。